别妄想回替你做事。如果你放心不下，就拿回你的位子。你这个缩头乌龟的样子真的很难看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对自己的事情负起责任。因为他知道重振大理旗帜的人只有他。列位臣工，大理旧制，祭天司礼者先为帝后，再为王储。今日我没有资格站在这个祭坛上。大理帝女，她还活在这个世上。玄珠，玄珠，你说的什么？帝女在哪儿呢？那帝女在哪儿呢？大理帝女，不，是她。晴川是帝女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他逃避现实，不敢承认。我帮他承认，我有什么错？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！快点说呀！这个是帝女吗？快说话！是不是你啊？我不走。子辰大人，子辰大人，你说呀，怎么回事？让你安静。他为离国牺牲了多少，你们知道吗？玄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